拍嘛，大家一起拍，手里没有那个毛球，拍啊，还要强的毛球，可以拍背。现在人是。打灯先啊，本身嘛，现在太白了。来加食堂心，那或者我们俩要不坐下说，或者没地儿坐，没地儿坐，你们都退下，不退下，退下，好，我也坐。你这是妇人之仁，等你做了父亲，你就能明白了。啊？保重，郑北大将军，回宫城看看你的孩子。
为了给你藏着点小面包，结果他现在要死，你不这么对他？不是说要带着我这么细腻，想象你的环境，我为了上面要死这件事，三个在这个时候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他能够救。他能够救这个少爷，救他最亲爱最挚爱的人，就是用他的心，用他能说出来的这么简单的话。我把灯光全部都塞好，你到那心里面去，狠狠地让自己去发力，不要让自己的情绪进去。Thank you.